我怎么觉得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？这个灯光感觉比较像是离开地球表面。我觉得今天晚上的灯光是怪怪的。我就来看，你是不是新来的？你可以报一下你的名字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好久不见。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。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幸福快乐。Hello， 阿布卡巴。So you, by end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傻子与白痴。这次来马来西亚过海关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好像五月天真的就是马来西亚很喜欢五月天，而且越来越多人。因为在过海关的时候，我明显看到有一个海关，他其实不知道他不会讲华语，但是他指着我，他说 Mayday。 然后我想五月天有五个人，他可能认为我是这其中某一个团员，但是他这样比，哦 yes， 谢谢马来西亚的朋友们，一直支持五月天，谢谢。我怎么觉得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？对啊，是舞厅吗？这个，等，这个灯光感觉比较像是离开地球表面。对啊，这个灯光是不是有点问题？哎，这我真的没办法查。我觉得今天晚上的灯光是怪怪的，我就来看今天灯光师到底是不是换人。你是不是新来的？你可以报一下你的名字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好久不见。